好，请前往小屋与21天的友情告个别吧，家里见吧。请拍照打卡，享受和朋友们在小屋最后的快乐时光吧。嘿，我贴在第一个，哈哈。OK。杨毅因为没去，所以他又在这儿承担了一个工作，叫做迎宾。小马呢？小马现在还没出现呢。哎，哇 ，Hello， 这边吧，就你吗？那对啊，嗯，其他人呢？我估计会陆陆续续回来吧。啊，然后看一下那儿。告别酒会，请拍照打卡，享受和朋友们在小屋最后的快乐时光吧。我帮你吧，你站在那儿。可以。你想用哪个？想用自己的？我用自己的吧。OK。一、二。哦，没想到我是第一个回来的，所以我要开始八卦等他们到齐了再八卦吧。行 OK。 你坐会儿吧。没看到他们吗？回来的时候啊，你们不是一块回来的吗？嗯，你猜。怎么样，你今天没去吗？去了吗？我今天没去。没去啊？哎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哎，我今天没遇到老张，啊，啊，看看他敲的是谁？真的假的？你别逗我。对啊，我都没遇到他。他说他没遇到你是吗？我没遇到你，我都没见到你啊。对啊，是没有遇到。啊？不对吧？你们俩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故意的啊。哇，这么丰盛吗？哎，你看一下那个板子。对对，哦对，忘了那事了。你看一眼。请拍照打卡，享受和朋友们在小屋最后的快乐时光吧。我觉得就以我们的这个小屋为背景吧。OK， 拍帅一点。等一下，不要着急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没动，再拍。我没动啊。一、二。啊，好饿呀。拿个小盘子，想吃啥可以装点。对，你们先吃。没事，我不拿盘子，我看喝的。就你们两个先回来了是吗？我没去。哦。